85秒。我从来没有管那个。我要谢谢评审们，评审们，我在讲什么乡音啊？我要真的非常谢谢评审，这时候给我这个奖，因为最近我跟小猫一直卡在地狱的剧本，剧本的地狱里面。严艺文、黄小猫、黄新轩，《淑女养成记》。能将原著散文重构成如此藕断丝连的戏剧，创作力甚强，比起第一季更为成熟与工整，直击时代变迁与女性议题，却是有节有度、言之有物的高质感喜剧。还是给你讲好了，不要哭，来，勇敢，淑女啊，成绩。85秒，我从来没有管那个。那个，我要谢谢评审们。我在讲什么乡音啊？我要真的非常谢谢评审。这时候给我这个奖，因为最近我跟小猫一直卡在地狱的剧本，剧本的地狱里面，所以这个奖真的给我们莫大的鼓励，让我们明天还有动力继续讨论，继续工作。我要谢谢我的两位伙伴小猫跟芷琪，他们真的很耐操，然后每次我说要打掉重练的时候，他们其实都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。所以他们真的是我最坚强的后盾。然后我要谢谢陈导，谢谢所有《淑女养成记二》台前幕后的所有人，是你们让这个故事把我们的文字变成影像。那还有我的家人，我天上的爸爸，谢谢你们，我讲太多了。然后我要谢谢，我最重要最重要，我要谢谢江娥。你的原著《淑女养成记》是这一段旅程最美好的开始，最要感谢你。好，小猫赶快讲，对不起。我觉得每一个作品的形成跟诞生，它都有非常非常多有形跟无形的组合所汇流而成，所以我真心要感谢的，真的就是《淑女养成记》这个作品本身，因为它包含了很多很多很多，它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作品，然后也很荣幸可以在其中带给大家一点点温暖、光明、欢笑和未来的希望。谢谢大家。谢谢颁奖人，也恭喜得奖者。